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嘉怡 Venus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这只就是被我誉为史上成本最高的派台碟。为什么要为大家介绍这一只碟呢？其实今年是我来到乐坛的第二年，也希望有些新的东西，更加好的东西带给大家。今年呢就希望有几个不同的造型呢，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感觉和新的音乐。大家看到这个呢，劉羅即係我呢套嘅服裝，係專登揾一個設計師啦，阿樂啦，就幫我哋做個設計啦。跟住呢一個嘅造型咧，我哋專登我就揾咗個化妝師 Amy 幫我哋去設計啦。咁我哋呢一輯嘅相啊，大家見唔見到好靚嘅一啲嘅風景啊、古堡咧，配合翻呢只講公主劉羅嘅歌咧，就係專登去到一個叫做麻湖堡嘅地方啦。我哋行山爬山爬四個字啦，著住好多嘅 gears 一齊上到去先至可以影到呢一輯咁靚嘅相啦，都要多謝下 Ben 幫我哋影相。咁跟住落嚟咧，仲有知名嘅設計師幫我哋設計呢一個嘅封面啦。咁呢隻歌咧，其實我哋點解好多人問我喂，點解你做派台碟都要咁認真啊？大家都知道我本身都係一個流浪啦，好多朋友都未認識我啦。但係我喺度諗，如果今年我再俾 DJ 朋友或者其他朋友認識我嘅時候，不如我攞一啲令你哋會記得我會保存嘅一個紀念品俾你哋。咁希望咧，大家咧都會中意呢一個咧流浪呢只嘅派台碟啦，哈哈。